我给大家来个抽奖啊，抽一个那个樱桃的键盘键鼠套装，樱桃键鼠套装。用办卡来抽啊，樱桃键鼠套装。然后呢，有些兄弟肯定问了：“哎呀，我没有办卡，怎么办啊？我抽不了奖。”没关系，贴心的斗鱼为大家免费赠送一张办卡。点击一下页面啊，往下滑，哎，立即那啥就可以了。立即召唤就可以了。立即召唤呢，你召唤的人他需要这个，他需要点击进来你这个页面啊。你召唤的那个人他得点进来，他点进来以后，哎，你就可以这个有一张办卡了。然后一会儿咱就可以抽了，玉帝和灵，玉帝哥哥，我领完给你了。老狐狸，老狐狸，蹦的什么呢？老狐狸，我这能进去不？我进去了，我进来了哟，老狐狸。这把玩什么呢？先拿两个猩红之月。我这卖了吧，拿个三国，三国猛将。哎，你可以点那个狐狸，这狐狸能点。腰带，大棒。呀，猩红两连出啊！先拿个小威音啊。有个兄弟说：“那福星可以出 Nico，咱如果要随着福星，咱可以玩他一手。现在主要是不知道这个天选之人到底给什么。凯南努努。”给了个卡牌，不好不好啊，没用啊，卡牌大师的魔法师没啥用啊。其实拿了也行，你知道吧？拿完以后后边换，但这玩意儿吧，就是不一定能换得出来，就比较麻烦了。不要啊，那行吧，不要了。来了，大蜘蛛来了，这不无敌了吗？这前期直接无敌了，我们。
猴留着，一会儿上个猴啊。这是一块两块三块四五六块，六块不行。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连胜，直接无敌。不掉血，给我电。嘎里奥给我起飞降落。你给我死。上个猴。你们觉得这猩红之月现在这个装备应该给谁呢？给寡妇来个春哥帽子不行，给寡妇来个科技枪龙脑。是不行。我知道猩红削了，那你玩也可以。这把满蝴蝶可以玩。我也没啥拿的呀，我觉得不行，我拿派克，我再拿大棒子吧。我再拿个大棒子，我们这把绝对能一直赢，一直赢，绝对的，绝对可以一直赢下去，无限赢。我先给这凯南上点装备，凯南直接起飞，一级电电450，直接就起飞。福星现在上不去，福星得三个，福星得上三个呢。上两福星，两福星干啥呀？两福星玩啊，两福星。上两福星，这不搞笑呢吗？给个派克，哎，怎么样才可以让猴拥有护盾拥有的更多呢？这样哎，这样可以吧？这样也不行，好像。这样也不行。猴头太大了，那我小一点。没用，我这是无敌的。我擦！给我凯南吃了！
这弩弩啊，给我的凯南给我吃了，你给我死。如果这轮赢不了的话，我们就把卡牌给卖了啊。我这质量一直赢下去都没问题，真的能一直赢。哎呀，这凯南给的，不仅给了个凯南，这还是个圣盾使，你说。哎，撇个劫，又给点钱，不行，实在不行你就给个剑魔啥的也行。这轮升级啊，升上去我们能上个啥呢？上个天神，上个重装战士，上个战士吧。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上个盖伦，海绵宝宝，你也姓红紫月啊？我这凯南有没有虚区？嗯，他应该打不过我吧？我有凯南的。变出来耶、yeah! 哎、你也姓红紫月呀、啊、兄弟，哎呀这也太顺了，谢谢毛哥。恶火树链，现在三星红，我们拿个剑魔四星红，再拿一个滑板鞋五星红，再拿寡妇六星红，哎，或者是派克都可以。电。这把100%是吃鸡的，我估计100%。下盖伦，盖伦最起码还能有点东西。地手。我们上个狼人行不行？剑魔也是重装哦，剑魔也是重装啊，早说呀，这不知道啊，这呀，给凯南上个装备，让他快点放大。
我发现这神盾石也挺猛啊，六神盾。锁着甲剑魔，要不要锁着甲剑魔呢？可以要，这个可以要，这个可以要，这个可以要。看他们怎么选吧。我直接来个剑魔先。换个剑魔上的。不是水友都懂，我啥都能拿，我皎月我也能拿，我什么其实拿什么都一样，我觉得都无所谓，我现在不缺装备。打这个基本上是随便打，恶火树链，恶火树链加凯南一电，直接瞬间爆炸，咖里奥一下来，咖里奥连下都没下来，这波咖里奥都没下来，太猛了。这把我觉得我都能拉九，差一个滑板鞋。这可以把这俩下了，我们直接六星红。海南给我电滋啦，这剑魔一个链，海南一个电，咖里奥一个座，我们史诗级团战。太顺了，这质量低，不用质量，就六星红的咖里奥就明就是特别的猛。我估计这个神盾石可能能被削。神盾石可能会被削，先给个大剑，再给个魔抗，这波全套啊，全套不太好用啊。我把质量稍微提一提啊。差不多够了，差不多了，够用。哎，这凯南真是好，一个没地着，天哪！我先给他来个春哥，滋啦！
哎呀，我凯南被秒了，给我出来嘎里奥。一个狼人而已，问题不大。现在我们升级啊，猴哥，我是你爹，给我养老钱，我限你10秒钟之内把你的语言重新规划一下。否则我可以让你在直播间无法待下去。海南站前面挺好，哎，全部晕眩。我这质量太可怕了，我一手11连胜啊。我给你画几个鱼鳃吧，我把剑魔还是放这儿吧。这样行，可以，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。或者这样，反正就别让凯南站前面，别让凯南先死，多给他整点盾。哎呦我操，完了，凯南这波没了，这个陪刘斯有点厉害啊，我不知道这一波我能不能干得过，不过应该差不多。我咖喱奥把个陪刘斯杀了，漂亮啊。我这站位如果碰上狐狸，那就是一下没。凯南顶第一个是肯定的呀，凯南肯定得顶第一个呀。兄弟们，啥也不说了，这老头你们看着办吧。这老头你们看着办吧。我其实是无所谓的啊，哼，我其实是无所谓的。这老头儿，哎呀，我老头儿来了，但我现在差滑板鞋呀。没事，我先升了吧。我九星红啊，呀，那没办法，你第二名，那没办法了，你第二名你拿不着老头，那属于正常现象，兄弟，这只能说是没办法，好吧，没办法，尽力了。凯南不要凯南，凯南一会儿撇了，八营口凯南下线，这属于打工仔，这是。他能打过我吗？别给我赢了呀，这样。这个三星蜘蛛寡妇来一下，寡妇来一下应该能收，可以 ，nice，
兄弟，我九星红了，你呢？你呢？我滑板鞋呢？别跟我说这回没有滑板鞋，兄弟。来了。哎，差一个，差啥呀？差个劲！哎呀，这这不行，这不对劲呢，这可不对劲呢。完了，这波没打过。哎呀，我连胜没了，我操！尴尬了，尴尬了呀！这怎么没进呢？我，哎呀，平时差老头，这回差进，真差进呢。八人口，我怎么九星红？我给变个魔术呗。魔抗，哎，全套也可以。哇，这么多全套啊！进呢？不会没有吧？来了，拿下！给谁装备呢？给你吧。咖里奥登场。谢谢用户855-98074。我们咖里奥已经无敌了，这回知道八人口怎么九星红了吧？这回明白没？谢谢金三四。我们只需要看着咖里奥来表演就可以了。你给我一个大嘴巴子，我给你个大嘴巴子。我一下500多，一个平 A 500多，多少血？这咖里奥6660滴血，1000点攻击力，100点法术强度。要能给上点装备就好了，可惜了，并不能。宝贝儿 ，Sherry 怎么拼 ？Cherry 啊 ，Cherry 啊 ，Cherry 剑术套装，
抽一个啊。你要是六星红能打得过我九星红，兄弟，我不玩了，真的，我绝对不玩了。来个啥呢？这没啥要的呀，这灵风啊，拿个灵风吧，没啥要的。龙刀现在不厉害，龙刀现在就平 A 回八点蓝，不厉害。龙刀拿个灵风吧，我们把这凯隐拿着，没准这把我们可以三星凯隐，没准这都不一定。没有啊，老头给个大，我马上给大家开个那个开个抽奖啊，一个樱桃的剑鼠套装，用一个办卡就可以抽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办卡现在啊可以免费获得一个，手机用户在你的这个在你的这边啊会有一个小东西啊，小东西点击一下，然后呢分享一下我的直播间，分享给那个兄弟，那个兄弟点一下啊就可以了。那个兄弟点进来你就可以获得一张办卡了，然后拿办卡抽奖就可以了，并且你还可以获得我们一个粉丝牌，然后你每天送点荧光棒就可以把我们的粉丝牌提升上去，然后你直接粉丝牌到了八级、十三级了啊，这个十六级了，还可以获得房管，还可以在我们这个 QQ 粉丝群之中获得很多的福利。你两个打一个卡特应该没啥问题吧，这一个重锤，给我重锤锤死他，咖喱奥领了也不送给你，行，那你想送给谁你就送给谁，没有关系。快抽，现在抽啊，现在给你们抽一个吧啊，十分钟啊，差一个老头哭了，都来了吗老头，急救房本十八级，这个给谁呢？这个给蜘蛛吧，要不给蜘蛛吧，我们拉吧，上个凯隐进夫啥的，没换回去，哎，没换回去还挺好，正好吹飞了，挺好啊。这波刚好恶飞流失，没有虚区，给我砸，控制，
控死他，掏 ，nice， 咖喱奥、哦、嘲讽重锤，你好啊，爱人，我直接升了得了。连个屁都递不出来，我靠，连个屁都没有，给我个屁也行啊，浪费我十块钱。谢谢夏风差得远。这家能干过不？现在我们的派克啊，差点蓝量装备。哎，狼人，就你叫狼人呐？就你叫狼人是不是？我咖喱奥呢，让狼人给掏死了。这狼人确实是有点猛啊。哇，三星滑板鞋，妈呀！哇，三星派克，这个滑板鞋看起来得杀一杀了。不杀可不行啊，滑板鞋得杀了。你在等什么？你着啥急呀、啊？我为啥要把自己的这个钱全给他花了呢？我这留利息不香吗？我这八十多滴血呢？我还想要个三星凯隐呢，有没有梦想？给我掏死他！重锤，漂亮！太惨了，兄弟。可太惨了，兄弟呀、啊！这老头我觉得我就不要了，我不如要个蓝 buff， 是不是？那既然他要了，那我要老头吧。你是不是想要老头来着，兄弟？这不用啊，这。哦哟，没东西呀、啊！直播间现在有个办卡抽奖啊，抽一个切瑞的剑术套装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了。如果你嫌费劲的话啊，你可以这个。掏死这滑板鞋可以，如果你嫌费劲的话，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办卡来抽。如果你不嫌费劲的话，哎，你就可以用这个直播间免费给的办卡抽。它质量比我好的有点多呀，这红凯吧，还是凯隐蓝凯不厉害，拿个老头，拿个寡妇，拿个进，再拿个寡妇，谢谢 JXC4880， 这个应该能打过，没事儿。
还有三分钟开奖啊，一个谢瑞的剑术套装。有些后进来的兄弟可能不知道啊，这奴奴怎么跟个鬼似的呢？我操，这奴奴怎么回事？有些后进来的兄弟可能不知道，我拿个禁符吧，还得是禁符啊。在直播间这边啊，有一个可以免费领取办卡的东西，你点进来分享一下我们直播间，点击分享啊，然后分享的那个链接你的兄弟点进去了，你就可以获得一张办卡，然后你就可以来直播间抽了。机不可失哦。机不可失。我这有点感觉，有点世界名画了呀，这哎，应该给凯隐装备的哈，这么地儿吧。谢谢挚爱，老头想删。咱们要不然来个三星老头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咱们来个三星老头。哇，这努努好猛啊！这努努啊，这努努怎么这么恶心人？我操！好啊，来个三星老头，蜘蛛到现在都没有，蜘蛛啊！老头，哎呀，老头，谢谢摩天轮，还有一家老头你删不了，他不就一个老头吗？互吹了，把滑板鞋杀了，哎，可以，我有禁就行，我们禁是有虚区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变成了咖喱奥大战，下波全卖，可以，下波我把英雄全卖了，来个三星老头，没用啊，那老头有点垃圾啊。你要给我整个三星禁夫还行，这三星老头有啥用啊？三星老头活十个人，复活延迟一秒钟，回复3000点血量，能一打五吗？老头，被吹起来，吹了个大树，哎呦，努努死没死啊？那努努不死不行啊，那努努不死打不死啊。这老头怎么不复活人呢？老头，行吧，把老头卖了吧，不行。哎，他有点猛啊，兄弟啊。有没有老头？没有老头，我把老头卖了。他拿这个，我来个这个。
放吧，老头，看你了，兄弟，看你的了啊。去左边吹应该能吹得死。把努努给他吹起来。呀，又吹错了。哎，不对，这努努怎么吹能吹得起来？没了呀，这。上一个努努，漂亮，努努死了，拿下了，兄弟，怎么退了呢？你这个退的肯定是不太行啊、哦！你这个退的，我都已经把你拿下了，你给我退了。嘿、哎、呀，我都已经把他拿下了，他退了，这家伙。找个三星凯隐好了。